今次我是会玩摇笼的，一个小型摇笼，100g 子弹鱼，一个天平，两任奶脚，再加两只四毫千油钩。一开始钓的时候就有大量跟头暗钉上钓了。是不是大暗钉？有暗钉？不暗钉？诶，不是的。好啊，大暗钉啊，走水咯。系啊，系暗钉啊，好大条暗钉。啱啱落啫喎，俾我钓埋啲口啊。好大条，好卵肥啊！好卵惊啊我。哇！哇，中喎，中手啊！会唔会大暗钉？哇！哇！九，大石九啊，好劲啊！欢呼！终于唔系暗钉啦，大石抛得意啊！咩都食啊！哎呀，大眼仔一碗。我屌你妈！Marco 哥好卵有 feel 啊 ，Marco 哥。喂喂喂！大眼傻佬。啊，唔高兴啦。好，不打。拉过来。哎，差少少。我哋调转咗个捞机啊，高手。我哋做嘅俾镜头望望先，好似都几大条。大条，高两斤，好两斤，斤两。两只虾，两只虾。细轮喎，应该系咪啊？系咁揸底，不停揸底，就到慢慢，唔好急，唔好急，放住，放住系啦。磨牙刷，系啊，磨牙刷。唔好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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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佢有力先，等佢有力先。好啦，麻烦噶，佢上一上一倒水就中翻落去啦。有佢，有佢，有佢，慢慢啦，就先。一时话佢走出去。啊！搞掂，咁收翻，一斤米。哇，黄立聪啊，睇唔睇到啊，黄立聪啊。正啦。得捻嘢啦。哟，好多细条啊呢度。你唔钓就冇噶啦，又系黑沙，黑啊！全部收，全部收，收完。嗰边唔使，收，下面引紧啦，我翻嚟啦。使唔使收我个顶流啊？使，唔使收顶流。收，手工。抵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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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仲抵啊！唔该，帮我收。来。
係啦，啱啊，帶住啦。啊，你諗下呢個？慢慢啦，慢慢唔使急，魚魚又慢慢。係啊，慢慢。幫你㗎。收，收啊！收个缆绳，再落佢唔喐你啊！收唔喐个缆绳，收啊！我想撚咗啦，我慢慢慣啊嘛，係慢慢嚟，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喂，識走啊佢，快啊快啊，你中意啲係啦，壓緊啫嘛，壓低壓低佢，壓低嗰下你就收到，壓低就收到，收，快收，提高，收。在这冲回去，这个笼啊，哇，打车，哇，收钱了，喂，哇，真是大啊，这条点三个字啊，有时间时间到啫，最近啊，哇，不用开艇这条，Kelvin 直就解锁啊！收，快翻嚟先，太远，所以我就唔带佢。系收，真系咁啊！系喎，你可以又买咗。呢啲我惊犯咗个顶流机啊！我都冇乜。我要买极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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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他这个真的收上来，收上来，我收了，收了，要开机，要追一追，上上上到了，上上上到了，我看手机激动先啊，啱，
香港我想食鱼啊！唉、哎，好多嘢做啊！啊，系咯。唉、哎，真系得闲嘅啫。我睇你钓都开心啊，今日唔系讲笑。喂，但系佢条笨唔系嗱，唔系咩有话过你啊？落咗啦，快啲走，走，走，出翻嚟。托海干巴爹，托海干巴爹，托海干巴爹。咪钓鱼啊嘛，嗌啦，嗌啦。我见到白身鱼好大，烂肉索。好，再接再厉。再嚟个，辛苦你啦 ，Kevin。我要食鱼啊！手鱼未啊？受访者，你手鱼未啊？连续中第二条啦！我啲 C 十四有得咁样玩下就好啦。呢条应该大过头先嗰条，系啊，大。哇！好似大啲喎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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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肯做啦，鬧鬧，輸到人都睇。
你應該是低能我同埋你個網調唔到啊！唔係啊，佢個網係兩分翻翻，得搞掂。你估住？好高啲。好大條啊！嗰啲條，幫我揸啲線拉上去，人收咗先，收咗先。因為係得你兩個位中，我冇留意翻。係咯。今日收获有六条大黄立仓，两条金领黑沙粒，大量金头暗钉。唔知大家有冇相同经历呢？如果有，可以下面留言分享一下。因为我是一个钓鱼新手，我都想尝试多啲唔同嘅艇钓。如果大家都是喜意钓鱼，又或者喜意看钓鱼片的，都可以 CLS 我们这个 YouTube Channel。